五一虽然过了，但劳动的小红花该发还得发。插花小能手迪丽热巴，人比花美，你们 get 到了吗？热巴的新剧《1001夜》刚刚爆出花絮，花店小姐姐热巴认真选花、剪花、摆花、插花，颜值最高的小花匠忙到停不下来，还一脸享受。网友们一起来感受下。这样温柔可爱的小姐姐卖花，整个花店怕是分分钟都要被清空的。然而粉丝们却丝毫不给爱豆留情面，路透出了《1001夜》中的真实热巴。从花仙子一秒变成村口小卖部的二丫儿，明星拍摄的场景有多重要，大家都感受到了吗？当然，妮莉热巴本身就是个精分少女，一个小卖部算啥？面对大票女粉想要和爱豆一起睡觉的想法，热巴的反应也是很直率了。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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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语气有点轻佻，表情有点傲娇，热巴这怕是在犯罪的边缘试探，粉丝们可要 hold 住啊！